著名填詞人鄭國江多才多藝，近日井 Sir 為佢創作嘅書法同字畫舉行作品展，仲獲得唔少圈中人嚟支持，包括潘元良、歐瑞強、黎小田、胡鴻鈞、鄭俊雲同埋許廷鏗等。我都幾乎係好沉迷。後輩阿 Fred、Alfred 同埋 Hubert 都好欣賞井 Sir 嘅才華，呢日佢哋擔任作品展嘅表演嘉賓，都分別獻唱井 Sir 耳熟能詳嘅作品啊！Alfred 和 Hubert 三兄弟呢日难得聚头一起唱歌，不过很快他们又要分开各有各忙了。接着 Hubert 就继续拍剧，而 Fred 就要去外地拍旅游节目了。我 在剧组，不是在厂附近，很多人都跟我说，上次你又做僵尸，今次又做精灵。我说是啊，我想监制觉得我应该不适合做人的，所以就每一次安排的角色给我都是这样的古古怪怪、奇怪怪 的角色，但是也很好玩的，因为通常这些角色才可以有很多发挥的空间。讲了一个很冷的地方咯。什么冷啊？很冷的地方咯，是一个很极端很冷的地方。兴奋啊，心情现在准备？未兴奋着，要准备执东西啊，要安排很多东西先。